はい。返事だか。直子が結婚するぞ。离开秋天十年，一通猝不及防的电话将贤治一把拽了回去。起因是表妹侄子要结婚了。侄子对贤治而言是表妹，但又远不止表妹。侄子上小学四年级那年，妈妈意外去世，爸爸因为在铁路公司工作，经常要值夜班，于是侄子就搬到了贤治家，一直住到贤治去东京上大学。所以侄子对贤治家无比熟悉，比对自己家都熟悉。当然和贤治的关系也远超普通表兄妹。谁曾想一分开就是十年，再见时贤治已经是个中年离异男人，家庭没有，事业没有，靠着打零工生活，比如道路施工工地的警卫之类。侄子差点笑出眼泪，就是那个拿教管棒挥来挥去的那种，太逊了，还好没有亲眼看到。其实侄子也过得乱七八糟，幼教早就不干了，一直打零工生活。两年前靠父亲的关系进了一家铁路公司下游厂商的下游厂商做电脑文员工作。说着侄子突然问，你可以回来的，干嘛非要待在东京？贤治吸了一口面条说，回来干嘛，你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侄子的未婚夫是个军官，正儿八经的自卫队军官，今年40岁，少校军衔。贤治大吃一惊，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说不定将来能混个将军做，到那时候你就是个将军夫人。真没想到你能和这种精英搞到一起。侄子腼腆一笑，随即将话题岔开，问贤治，能送我回家吗？贤治笑道，当然可以，反正我也没有事情做。说说聊聊，两人好像坐时光机回到过去，一切都是如此熟悉，如此温暖。那一年贤治25岁，侄子19岁。贤治到东京上大学，侄子也随着一起。贤治指着相册说，你是去读幼教学校。侄子笑笑说，我是为了和你住一起，不是吗？秋田有幼教学校，仙台也有幼教学校，我为什么偏偏要去东京读？贤治拿过相册只是翻，并不回答。侄子直勾勾盯着贤治看，指着一张照片说，这是我最爱的一张，你还记得吗？贤治仔细瞧了瞧，两个人对象站着，中间是一张富士山海报。这是干嘛？侄子解释说，那天夜里很晚了，你突然吵着说一起死，说要一起被吸进富士山喷花口。贤治若有所思点了点头，仍旧没有说话。一直到看见侄子的新家，贤治才客套几句场面话，说新家不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嘛。殊不知此时的侄子已经被傅染的旧情烧得滚烫。要不要重温当年？就今晚，侄子问。贤治想拒绝，他几次尝试推开侄子，无奈最后还是缴枪了。而也就到这时，贤治才知道侄子结婚的目的是为了生孩子。之所以如此紧迫地想要孩子，是因为他有子宫肌瘤，医生说如果要孩子趁早。贤治一愣，问道，自卫队知道吗？侄子笑笑说，我又不傻，怎么可能跟他说。这一夜无比漫长，一会儿醒了，一会儿睡去，一会儿又醒了。到天亮回家时，贤治已经走不动道，更厉害的还在后头。经过一夜的折腾，贤治身体的某个开关已经打开，除了去找侄子别无他法。说好的只有一晚，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怎么办？侄子显得很难为。贤治更委屈，你先撩我说要重温当年，我回去当年却找不到回来的路了。最后侄子让步了，那就重温到自卫队回来之前。贤治算了一下，还有5天足够了，白天晚上都算上，那就是10天。10天之后放你自由，这回绝对说到做到。俗话说万事万物都得讲个度，任何东西过度了都会出麻烦。这不才到第二天，贤治的某个开关就差点烧掉。侄子二话不说，用毛巾包上冰块做冷敷，这都是当年常常犯的老毛病，熟得很。熟是个奇怪的词，熟比陌生更亲密，但也比陌生更可怕。当年那样要好，怎么就突然分开？贤治怎么就突然要结婚？贤治闷了一口酒，想说什么终于没说。也许是害怕，因为害怕说再见，所以干脆不说。
第三天第四天光速一样过去，贤智和侄子除了吃饭就是云雨，从早到晚，从卧室到厨房，从厨房到客厅，从客厅到浴室，沉沦其中，极尽享受。每一场酣畅淋漓之后，贤智都会生出绝望来，想被富士山吸进喷发口的绝望。面对这种绝望，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始下一场，只要接的速度够快，绝望就追不上。在两人关系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天，贤智和侄子参加了盂兰盆会，为了不辜负这大好时光，两人在大巴上还悄悄玩了一场，下了车更是直接冲到酒店，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分别的时刻很快摆到面前，五天时间的激情要结束了，两人都显得很失落。而也就到这时，侄子才知道贤智为什么离婚，很简单，婚内出轨。因为是贤智的责任，所以自然是净身出户，连孩子都归了女方。侄子一愣，那你还有多少存款？贤智眼皮耷拉着，没精打采地说，我都是借人家钱了。坦白了出轨离婚之后，贤智也有疑问想问侄子，为什么那么干脆就走了。侄子背过身去，很小声地说，因为我喜欢你啊。贤智有些内疚，忙问，那你什么时候知道我和他？侄子说，一开始就知道。沉默，巨大的沉默。很久之后，侄子才略带惋惜地说，你妈妈临终前说希望我们在一起。沉默，巨大的沉默。贤智在第六天早上醒来，身边空空如也，他只知道房费已付，侄子已走。原本一场春梦该就此了结，但没想到一通电话又将贤智拉了回去。自卫队突然接了个机密任务，婚期推迟。什么任务比结婚还重要？贤智问。侄子苦笑，我昨晚怎么问他都不说，我只好偷看他手机了。富士山真要喷发了，他要执行救灾任务。书上说，喷发的火山灰会积十公分厚，带来的影响不可预计。在灾难面前，人的所有烦恼马上变得微乎其微。侄子问，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贤智说，只要不去想未来，那能做的多了。尾巴，大家还记得2012年世界末日吗？2012年12月21号，传说玛雅人预言，人类将在这一天受到空前浩劫。当夜幕降临，第二天的黎明将永远不会到来。当时我还在上学，我记得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都在盘算要在这一天做点什么，比如和最爱的人在一起之类。我以及我们寝室的同志们，经过慎重的讨论，最后一致决定关掉手机，出去喝酒。Samurai sword on my back.